香港是中国的香港，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，任何外国无权说三道四，横加干涉。美方应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，干涉中国内政。中方将视美方措施作出坚决有力回应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